件版本。那在重置之后他勾到了克里斯大被动一定到之后，这里选择要来反打了，被套上一个虚弱破甲剑士直接扭要躲过，那这样子的话有点危险，虽然说 Q 技能是空掉，被套上了一个虚弱叠毛还在叠还在叠，最后一个痛苦撕扯成功拿到人头，熊的被动还在补血，两个人一起交闪，这里反而是有点危险，后面的话葛炮来啦，吃黑黑 double kill。 哇，这一波只能说后续感到葛雷夫的啊，过来前野区看到，哎，你怎么在这里交闪现？有机会再一下普通的 Q 过来，加上点燃的一个伤害，天煞拿到人头，天煞上一场瞬间秒掉。来看一下，哎，上半部 Stark 被单杀，哇，画面外形成了一个 solo， 那中路牵线伤害也不太够。另外一边下半部则是有 GM 首先先过来拿这一条的小龙过来翻，然后 Slayer 也过来想要来打，叠毛不停的在往 Slay 身上狂点。旁边葛炮也过来，这条交闪吗？没有，这没有闪现的一个状况下，那这样的均速也有点危险，想要反身来换，没有办法 double kill。刚好像走向也都跟我们在赛前做的功课也都差不多。来 看一下这边上半部的一个击杀是怎么样发生的。看一下，来到六等过来一个转战斗陀螺，征服者 pop 起来之后，持续追击二段的 R， 这里 Stark 交闪现，但是距离没有被拉开，而且他没有六等，他没办法开大走。哇！被追打啊！提亚亚毕竟是中路往上路转的选手，那通常中路对这种等级上面的意识都会是非常仔细的。那这边下半部就是你可以看到被堵在墙下的三个人中间有两个人是没有办法过墙，而且没有闪现的，所以算是非常聪明的判断。Team Flash， 没错，而且下半部自己下路双人组又被留了下来，这里一下普攻就是没。那这个落后量其实是非常非常。石头人过来又被转到，但是没有被晕到。看一下 Stark 的位置，反身一撞撞起两人，拿乌过来链子没链到，那这样子 Stark 有点危险。在被三环的被动打下来之后，有李威拿到了这颗人头，旁边已经过来葛炮有点凶，而且熊怪你怎么在这里？这里被反身晕到之后，给到一个虚弱隔挡开启，拿乌过来链子有链到，这里潘森被留在了前方，有没有机会来换一个？没有，就一进最后一炮先去抓人，下路者就会失手掉一些护甲，但因为又逮到你喽，熊怪，天呀，这里有点危险，闪现过来叠毛。来看一下旁边 Slay 的一个位置，勾到了一个画命运呼唤，这里是选择吗？来看看头捏染骨，这个搭配上的是自己队友中辅的一个联动，不过开启一个大绝的计时开始，这里兵线已经进塔，选择要来直接放御侍者，这里完全不给面子，搭配上 TP， 这是一个四加二下路，要塔杀了，直接翻了过来，先下一下虚弱，开启一个多连锁，法老师叫闪现往后拉掉，来看一下拿物者目标就是军速，直接秒掉之后。在旁边这里攀升找到 Slayer， 应该是可以成功拿到一个刷单，不过旁边 Slay 应该是走不了了，一个出钩没有勾到墙壁，没有办法做位移，而且旁边的话这里攀升给一个 Q， 那对方其实是有交了非常多的闪现跟传送的，攀升过来但是被撞起，开启了一个隔挡，来看一下这个上野的一个联动过了，还是把人头给拿下，蛮多的，这里蓝方是要选择撤了吗？吗？看一下出钩勾到了对方的一个辅助先手，想要 Slay 来开战，不过这个预设已经先拿下，这里过来找到对方那个辅助墙，冲击敲在是勒布朗身上，但是效果有限，踏步就直接回去了。来看潘森开启一个大绝，有机会跳到的是对方的后排，这里石头人移到后方去限制对面，但是 Slay 在前面已经倒下，这里扛不住来自对方五人的一个输出啊，石头人的坦度已经有这盘有一点点小小的危险，这边配炸还有大绝，所以如果进攻目标是放在来看这里闪现逼闪一个辅助逼掉对方 AD 的一个闪现，熊怪在前方被留住，旁边石头人一撞撞到是对方那个法术，有机会来取得一套秒杀，强冲击是敲在了对方克里斯塔身上，但是出钩是没有命中。来看潘森开启一个大绝来到队伍的正中间，不过没有办法留到对方后续的成员，开在命运呼唤过来找到是对方的 Slay， 但是这里开启大绝悟空开转，一进来的一个过程中被克里斯塔拉到了非常安全的位置，即时开始回到队伍的正中央，来看一下时空拦截过来没有办法成功晕到后续进场的一个猴子，遭到了一套秒掉。那这样子中路踏不进来，李维有没有机会扭腰扭腰，但是没办法扭过 Stark 闪现的一拍，哇，这个法老师他真的没有办法、啊、完全没办法。那这样子在巴龙的一个争夺毫无机会，加速过来的熊熊打起来了、抓到人了、抓到 Slay， 那这样子一个踏步向前拿乌已经 Killing Spree 非常轻松，像刚刚那样这个遭到一波单抓，而且过来攀升想要做限制，但石头人完全不怕 no damage， 哇好痒啊，而且一撞撞到对方两人之后，克里斯塔遭到了一个限制，被强冲击给敲到，来看一下这边想要来抓后排，但是一个命运呼唤呼回来之后应该是要先撤退了吗？没有，熊怪还继续往回打，勒布朗被多连锁给练到了之后，旁边勒布朗进场被虚弱给套到，法老师拿到了一个 double，
开启了石像鬼盘盒，想要再多拖一点时间，时空拦截过来，想要出钩没有勾到。这里是遭到勒布朗的二次进场，成功秒杀，上到第十八克，而且这边怎么又是你啊，卤蛋？这里有点危险，他干脆站在角落里面说你没看到我。哇，这个但是还是遭到了一波击杀。这里时空拦截过来，但是李维只能选择撤退。那后方的话，哎呀，也开启了一个隐形，往后走，不过又被翻了过来，又被撞。这里后续再跟上克里斯塔 Slater 不给机会。这场比赛，看一下出钩，勾到的是墙壁 Slay， 想往前打吗？但是隔墙遭到了一波限制。这里是不敢再去 TP 来了 ，TP 来到后方。这里啊，应该是悟空没大绝。GM 想要来打一波大的，但是过来找到 Stark 之后，后方潘森开启一个大绝，想要找到的是哪物吗？但是这里左右都不是，旁边找到哪物之后，两边各自交闪，这里再踏步回去 Duke 计时开始，没伤害，以为伤害不够啊，后续跟着挡在最前方 Slay 保护住自己的队友，开启一个石像鬼盘盒，但是挡在最前方之后，后方就是一俊的一波暴虐，这里 Slay 在下方不断的滑，不断的走，这里一个人员的交换之后，再持续往前 AD 射到对方脸上，跟对方一进行一个一打二的来要来了要来了，来看一下这里开启了一个大绝之后，石头人还有撞击啊，上路的兵营攻兵，等一下，哎，过来李维、大卫魔术变不见。这几年的发挥是，由于他去 NA 过了一趟水嘛，但回越南之后好像并没有机会，有点太低了。只要这个石头人在法奥斯面前一天，他头都会很痛。我、这里开启一个大绝，过跟这一样是开启一个加速过来一番，交出了惊人，拖点时间，时空拦截一晕，再搭配上自己大绝就闪现往后走，但是双塔进场的一个勒布朗伤害根本爆表，一个命运呼唤找到的是对方的一个李维，就是要杀你。这里轻松的把对方艾克给击杀掉之后，这一场游戏应该是要随之结束。链子链到对方那个辅助伤害也还蛮高的，带领的是巴龙小兵，要往前做最后的一波进攻。双塔到底守不守得住？这里一番翻到的是 Slay 之后开启石像鬼，这么快就把自己石像鬼给交了出来之后，旁边已经遭到了对方的一个集火，被点燃套上之后，再一个二段的 R， 把自己的人头给卖掉了之后，但是换掉对方所有成员。我们恭喜 Tilling Flash 在这一场对于他们自己的内战 GM 这个对手来说，成功的获得他们这一次交流赛的第一胜。哦，那这场比赛 GM 的阵容，他们可能在二十分钟前不但要赢，可能还要赢到个3000块以上，你会觉得他们阵容比较有机会